What do you think, Bug? 瑞秋和肖恩·塞梅斯基很高兴他们的女儿赛琪有时可以镇定下来。对当时四个月大的她来说，癫痫是个分界点。麦琪现在两岁了。They're inchstones. 这对于长远发展来说只是一小步，但它对于我们这种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们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自从出生后就立刻被诊断出患有罕见型癫痫以来，麦琪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医院里。这种癫痫一天中发病上百次，他们只能疯狂地往返急诊室，而且以药物为中心的治疗有严重的副作用。They drugged her up. 他们喂她吃药，她就可以睡上20个小时，一整天都不会闹。为了寻找副作用较弱的治疗方法，塞梅斯基夫妇注意到本片中报道的这种新型药用大麻菌株，它是由斯坦利兄弟在科罗拉多州培养的，曾被用在夏洛特费济身上。癫痫病使他精神极度紧张，现在他基本不发病了。这种帮助他痊愈的大麻菌株被称作夏洛特的网。大麻在科罗拉多州是合法的，但是在塞梅斯基夫妇生活的田纳西州，麦琪的医生不可能把它开在处方上。They couldn't get access to medical. 无法接触药用大麻，因为是违反联邦法的。一年前，塞梅斯基一家搬去了科罗拉多州，麦琪开始服用夏洛特的网，混合着橄榄油服用，一天三次，他有所好转。这个家庭终于摆脱了长期的困扰。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在紧急状态下去过医院了。夏洛特的网含有微量的四星大麻酚，它可以让为取乐而吸食它的人达到兴奋的状态。但是化学家布莱森·莱斯特说，它含有大量抗炎症的大麻二酚，也被称作 CBD。The ratio of 大麻二酚和四星大麻酚的比例接近30:1。精神学家爱德华·马哈说，他很希望用高大麻二酚含量的药物和官方批准的癫痫药做对比，但是他只能合法的用过期的大麻做研究。唯一被批准的官方药物来源是密西西比大学，那里仍在使用1965年的墨西哥大麻菌株。马阿说，现在对于联邦政府来说，是时候支持夏洛特的网的研究了。I don't care about the political. 我不在乎这项研究可能背负的政治暗示或者情感负担。如果它有效，我就愿意使用它。大约有200个家庭已经搬去了科罗拉多州，为他们患有癫痫病的孩子服用夏洛特的网。塞梅斯基一家期盼大众对于这项药物疗效关注的提高，可以促使联邦政府支持加大对它的研究。You can do it.